杨怡出席末代雨衣宣传活动的时候大晒小蛮腰。哇，我知啦，你系咪想用行动证明未有 BB 呢？啊，你谂多咗啊又，你讲咋？咁啊，我觉得都系嗰样嘢啦。唔系刻意去话俾大家听我有冇嘅。我觉得呢啲时间可以证明一切嘅。同埋小朋友呢啲嘢都系随缘啦，都系嗰句。咁系咪已经努力不辞系咯？不辞服啊，随缘啦都系，系啊，随缘啦都系。我觉得是合适的时间去做合适的事情，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原因。那你会停工，即是做完今次你会停工专注 3D？ 我不会咯，因为我觉得做即好像今年比较忙的，可能是忙自己私人这一 part 的事情，因为不是说草草了事，因为始终都是要经过有很多事情细致要做。至于自己的工作其实是要 keep 住会做的，即是你说我觉得今年是不会说要想话咩生 B B 嘅，今年冇，真系唔会谂呢样。今年唔会添啊，会唔会有意外？生唔切，有意外，有意外话你知啊！你望我，唔好有意外，揸住乜啊！